长海嫄除了拥有精湛的歌唱实力，综艺感十足，她也备受大众喜爱。近日有南韩网友发文指出，有名男生撞脸了海嫄，两人的超高的相似度立刻引发网友热议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，该名男生不论是五官、脸型，甚至是发型，都跟海嫄非常相似，只是看起来比较稚嫩。原po坦言，起初还以为这些是用 AI 合成的照片，没想到搜寻资料后才发现，对方其实是日本男团练习生，名字叫庄思雅虎，今年只有13岁。网友们看到照片后也纷纷惊呼，还以为是海嫄女扮男装，该不会是失散多年的弟弟吧？就算是海嫄自己的家人，可能也没有那么像啊。希望两人有机会在节目中见面，好想看到他们同框的画面啊。